大家好，我是杨。中医讲，百病之源始于气，气不足则血不畅，血不畅则水不流，水不流则毒不排。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个散气理滞的穴位——建始穴，它位于我们的前臂掌侧，腕横纹上三寸。下面大家可以和我一起来找一找。我们以左手为例，首先来找到腕横纹，手握拳向上微弯。下期见。